曾一度罹患胃癌。图片来自网络陈梓童，曾一度罹患胃癌。图片来自网络歌手陈梓童，日前为电影《切小金家的旅馆》献唱主题曲《最骄傲爱过的人》，上线后获不少好评。其实配唱时，陈梓童脑海中浮现许多画面，想起一路支持他的妈妈，感性表示妈妈就是自己最爱的人。他透露自己先前险患胃癌，母亲隐瞒他病情，细心照料女儿饮食起居，身体才逐渐康复。陈梓童曾赴韩国发展，回国后胃一直不太舒服，他在妈妈陪同下就医，陈妈独自去帮女儿看报告。当时医生告知陈梓童的胃状况不好，若再恶化恐患胃癌，陈妈忍着不敢告诉他，花一年时间以食疗方式照顾女儿饮食。陈梓童靠药物治疗及食补渐渐康复，后来得知妈妈瞒着她病情，心情相当沉重。陈梓童曾参加浙江卫视《中国好声音》第四季，加入周杰伦战队，一路过关斩将，最后获得了周董战队冠军、总决赛亚军的好成绩。他去年加盟环球音乐，近来参加大陆选秀节目《中国新说唱》。提到参赛心情，陈梓童表示，说真的，我长久以来都是在练唱歌，擅长的也是 R&B， 这是第一次以纯说唱的方式参加比赛。他透露压力很大，但反正我有练啊，也有准备好。至于比较想与哪位导师合作，他嘴甜说，吴亦凡老师我很喜欢，潘玮柏、热狗、邓紫棋也都可以，都很厉害。